贝乐虎，快来订阅我们吧！麦叔叔的农场。贝乐虎开心虎，可以帮妈妈一个忙吗？去麦叔叔的农场，找点食材回来做晚餐。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们吧。这是清单。萝卜，哇，好大的萝卜，我们拔出来给妈妈做萝卜汤吧。拔萝卜，拔萝卜，嘿呦嘿呦拔萝卜，嘿呦嘿呦拔不动，快快来，快快来，快来帮我们拔萝卜。拔萝卜，拔萝卜，嘿呦嘿呦拔萝卜。
呦嘿呦拔萝卜，嘿呦嘿呦加加油，啦啦啦拔拔拔，拔出一个大萝卜。哟呵，太棒了，太美味了。小星星，哥哥，天上的星星好漂亮啊！是啊，好想和它玩。哇！哥哥，我们这是在哪儿？不知道。我们好像迷路了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啊啊，想带我们回家吗？嗯，跟我走吧。啊啊！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好像许多。走不动了啊，那怎么办？啊，哇，请坐。啊，一闪一闪两只老虎。Thank you.
数鸭子。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。数不清啊。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。嘎嘎嘎嘎，真呀真多呀，数不清到底多少呀，数不清到底多少呀。哟吼，数鸭子喽。快来快来，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。嘎嘎嘎嘎，真呀真多呀，数不清到底多少呀，数不清到底多少呀。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二四六七八。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。八只鸭子游回家。